equidistance from F and L， 即係話咧呢一點喺度喐嗰陣時候咧 ，OK， 佢喐嘅軌跡咧，常常都令到佢咧喺每一點上邊，每一點上邊都能夠保持咧 PF 係同 PL 係一樣嘅，咁呢個係最緊要喎。OK， 好啦。你記住咧 ，PL 等於幾多咧？垂直距離嚇 ，PL 係垂直距離咧，就應該係上減下 ，OK， 所以係 y 減負二 ，OK。咁但係另外一段距離咧，就要用 distance formula 去處理啦 ，OK。我縮細啲嚇，都睇到嘅呢度 ，OK。我哋再一次嚟過，咁 PF 嗰度咧，那個 distance 咧，我哋要保持。PF 同 PL 一樣啊嘛，係咪 PF 係等於 P to L 咁樣 ？OK，PF 咧就係、是、，sorry 睇寫唔到啲咩咗 ，OK 啦，開方。呢個係 distance formula 喎。O.K. 等於翻咧 ，y 加二 ，y 加二點嚟啊 ？y 加二咪呢個嚟咯 ，from P to L 咁樣。咁你試下咧 ，expand 或者 simplify 呢個 equation 咧就得噶啦。O.K.